各位同学一定要多多支持蛋炒饭的电视原声带哦，一定要支持啊！没有，其实我们两个有在里面客串一点点。好，你要提这个啊？对，再出现五秒而已吧。我大概有出现五秒钟啊，同学一闭眼睛就过去了，应该是没什么印象。可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好，加深印象，我们还是来表演一下。怎么还表演？不要唱歌就好了，好不好？然后我不唱，这次不唱歌，我真的不唱歌，同学不要生气。我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我要一次哦，发出两种声音。一次两种声音，对，同学可能不太懂意思，就是待会呢会有两个不一样的节奏从我嘴巴跑出来，那我就没事了。你可以担任 DJ 这个角色，我演 DJ， 然后你负责出所有的声音。同学要模拟一下情境哦，想象一下，我们在一间很大的 pub 里面，对，而且是下雨的 pub， 对。那 pub 呢有情调嘛？下雨有情调嘛？对对对 ，pub 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肥肥的 DJ， 哎。不用讲肥肥的吧，就讲 DJ 就可以了。有一个很帅的 DJ 在前面，啊 ，DJ 呢他就负责放唱盘，啊，待会呢他会放两个唱盘，这唱盘的声音呢就由我来做。同学仔细听哦，待会这两个不一样的节奏会合在一起哦。那我现在开始放唱盘 ，OK， 开始。第一片唱盘。再来放第二片。两片起来了，一次发出两种声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动漫动作你还可以跟的，对，这比刚才唱歌比较好一点，有的好多了，好不好？那唱歌根本不能听，你知道吗？好吧，有比较流行一点的音乐，哦，放流行一点，对啊 ，OK。因为这属于幻想的口技嘛，只要我们把唱片换掉，节奏就变，直接换唱片，这两片就先送同学。哎，好换，好直接换了哈，再换第一片，流行的，流行的。再换第二片。两片起来了，拍手拍手，一起跟着节奏。来，加快一点好不好？再快一点！不要喷口水，我还没把气氛带起来，都给我就掉下去。就是想要嗨，再嗨一点啊，快一点才会嗨嘛。快到我做不下去啊，这整个表演断掉，这怎么行？断掉啊！你看，但是同学又冷静下来，怎么办？最怕遇到这种事情了。不过还好，同学不要生气，还好我还有准备。我因为我第一次还有准备，是不是？我只知道你会出皮肉啊。刚才呢是一次发出两种声音嘛，对不对？对啊。我要带来是大绝招，各位同学，加倍没错，乘以二，一次有四种声音。从嘴巴发出来，一次四种，同学会想要听吗？想听的话，麻烦来点掌声吧。真的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啊，真的可以哈、啊。不要漏气，不然我回不去啊。而且我要加强它的难度，有小钱来帮我发出四种不一样的节奏，待会就把它合起来。你随便帮我发出来，声音我出，你出，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好，我想现在试，我现在第一个声音好不好？好，第一个声音直接听哦。不要太难。好好好。不是，我不是说不要太难吗？这中低音贝斯哎，贝斯的，果真的有胖有差哦。这贝斯是基本的。那第二个就不要太难好不好？因为有四个声音，太复杂的话不好做。贝斯再搭一个节奏了。我再听听看第二个贝斯搭节奏。节奏，很快的节奏，比我刚才做的还快，快一点点而已啊，就是贝斯再加节奏，然后再搭一个，第三个嘛哈，第三个，第一排前面把音量降低。
难了吗？放电音哦。不是，你看你要出这么多种声音，可要每一种不一样类型的，这当然有难度啊。就贝斯对不对？在节奏，再就高音一点的电音。好, 好，那第四个，第四个，第四个就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好不好？不要这么难、啊。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我先给小贤掌声鼓一下，来，掌声鼓一下。谢谢。如果当他哥哥当二十几年哦，今天第一次听到在头脑这么小的容量里面可以拿出两个英文单字来用，真是超开心的。真的很开心啊！是你说不要，那我才用 one 跟 two， 不然我刚刚应该是用 rap， 你知道吗？同学拜托，这超难好不好？重低音的 bass， 很快的节奏，高音的电音，然后还要说两句英文，这四个这么复杂的声音要从一张嘴巴发出来，哎，同学自己说要做的吧？你们会想要听这么复杂的表演吗？真的会，大家都想听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钱为大家表演四声和音。没有，这声音不是我做的、啊。你这样，你刚才说我啊？对，说你啊，你啊，同学，你啊。不是，从来是你说叫我随便出四个声音，你要把它合在一起。你随便出四个，怎么现在变成我要做？我没有说我要做，好不好？而且你刚才叫我弄那么快，那么快，现在在你收尾啊，对不对？不是，你是说你要？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啦。各位同学，小钱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各位同学，麻烦掌声加上尖叫。这不关我的事啊。有，是你在。喂，重低音贝斯。八块爆炸的感觉哦！现在加入节奏进去喽，听听看是不是两个声音哦。同学一起打节奏好不好？两个声音哦。现在加入第三个高音的电音哦，看可不可以加进去哦。一起有三种声音在跑啊，各位同学。小钱已经冒青筋了，我们现在赶快加第四个声音，来听听看小钱说英文。如果待会成功的话，就热烈掌声加上尖叫。来喽！一次有四种声音在嘴巴里面，我们掌声鼓一下好不好？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加快！喂，厉害呢，说到做到，男人男人。好好，给你休息一下。好，我们介绍下一位歌手，下一位歌手。同学，